风雨雨往事情难收，寻寻觅觅只换人消瘦，梦回头泪先流，看时间荒唐小说只停走。我盼呀盼呀盼呀能入梦，只盼一切都能够再重头，用一生的爱换一世执着，任凭你笑我痴狂如昨。愿此生能和你一起种下这一个秋，便只动情一段到地老天荒，朝朝暮暮为你费思量。愿你能守着我一生一世种下的情果，明知真情难求，相思无人能懂，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走。我盼呀盼呀盼呀能入梦，只盼一切都能够再从头，用一生的爱换一世执着，任凭你笑我痴狂如昨。愿此生能和你一起种下这一个情果，便只动情一段到地老天荒，朝朝暮暮为你费思量。愿你能守着我一生一世种下的情果，明知真情难求，相思无人能懂，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走。明知真情难求，相思无人能懂，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走。放了我，你叫他放了我。天不哥，陈一发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他都是冲着我而来的。我不懂，你为什么会跟他们一起出现在金家兰这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跟你又是什么关系？啊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认识我的父母，他知道我的名字，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他只是为了想尽办法来折磨我。不会他说是为了你才把我留下来的？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又会在这种情景下相逢。天底下的事，事事都有定数。这一切，到头来，也只有怨命、怪命、恨命。不，宝玉，我不认，我们不认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感谢老天爷让我又遇见你。而且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台湾，我要带你走，我一定会带你走的。不可能，再也不可能。田福哥，虽然这曾经是我做梦也想梦到的事，但是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可能跟你天涯海角岁岁年年，我不能愧对我的父亲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我觉得很悲哀。曾几何时，我黄天福竟然成了你的杀父仇人。好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真的相信吗？我不信啊，天福哥。但是在事实还没有证明以前，于情于理，于我的天地良知，我都不能跟你走，天福哥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啊。好，只要我不死，我一定证明我的清白，也还你清白。我一定会亲手割下刺在你身上的字。这一切都是由我造成的，我必须去解决。可是现在
我必须先想办法，把你带离开这里。你是应该要走，但是你带的不是我。你快想办法，快想办法带着马兰姑娘离开这里吧。对，我要带马兰一起走。你是一个好女孩。 他对你也很好，以后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人家。对了，宝玉，我忘记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土地了，就是马兰的父亲给我的，好大一片呢。真的，我真替你高兴。至少，你终于达成了你的理想。 你有一块属于你自己的地，这恐怕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理想。要是阿光阿喜现在都还在，不知该有多好。阿光阿喜，他们不是跟你一块来的吗？ 竟然变得这么可怕！天底下还有什么人不会变？还有什么样的事不会变？又还有什么样的情，它永远都不会变？ 我们的祖先本来在现在汉人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赶到了半山腰。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地这块地方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然而，我好恨！仇恨只会带来永远的杀戮。就像你吉他说的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 没有办法让其他的族，有陆凯族、太雅族，还有……等等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。从现在起，你柯木斗就是百万族的老大长。 不要替我报仇，干嘛？疼吗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
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唐先生，石新家来设的人。唐先生，那金长顺的人霸占了水源地，万一他们把水源给堵起来，那我们那个樟树苗林怎么办呢？还什么樟树苗林呢？往后这100多口人连水都没得喝了，他们分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嘛！唐先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总该拿个主意啊！ 大家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共生共存，和平相处。没想到最后面对的却不是翻社的人，而是同样漂洋过海，来这里谋一方生存之地的汉人。金长顺的人今天抢了水源，明天恐怕 要的就是咱们的张辽林了。对呀，所以我们不能再等。我不会再退让。你们跟着我，在这片别人都不愿意来的山林里，日以继夜，流血流汗，为的只是求个立足之地。 如果将来的日子里，连这一点都没办法拥有，唐雪松，谋和不成，只有求战。唐先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一定跟他们拼到底。兄弟们，你们是对的。对，跟他们拼！跟他们拼！跟他们拼！大家先不要冲动。唐先，你身子还没有康复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 我没有关系，我对你们有责任，绝不让大家做无谓的牺牲。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来抢占我们的地方吗？至少我们也要拼一拼呢。不，我们不拼，我们不要拼命。唐先，我们要智取，先救出林姑娘。 阿次，段，我不是要你留在山上，你下来做什么？是不是放心不下这里的朋友？哼！陈毅，陈毅，我跟他们毕竟是朋友一场，现在他们却是我陈一凡的敌人。如果只是为了跟犯人在一起，我只是见一个。阿次。 我陈某对你不薄，你不会跟我为敌吧？陈毅，我阿次今天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您陈毅给的。我说过，我这条命已经交给您了。这么说，我要你做什么，你都愿意，而且会去做，是不是？陈毅对我恩同再造。
如果叫我去死，我也不会吭一声。阿慈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不但不会叫你死，将来有一天，我还期望你能够接替我的位子。如果你对我真的是这么忠心耿耿，我让你替我去杀一个人。谁？黄天福，而且要在林宝仪面前替我杀了他。陈燕，我求你放他一马吧，他毕竟跟我兄弟一场。就因为你跟他兄弟一场过，所以才要你这么做。我要你表明立场。阿慈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陈燕，我下不了手。今天这把刀一定要见血，三刀六个眼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陈燕，陈燕，现在不好了，我现在不管吃的、用的，还有穿的，都是最好的。这就是你做凶手的代价。阿紫，你变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变得这么冷酷无情？人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能活着，而且像人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去当陈一发的走狗，去杀那些无冤无仇的人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活得像个人吗？你不是人，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人。阿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最根本的条件都握在别人的手里。天下之前，你要像个人吗？啊！天福哥。更有前途，你尽管动手，这个卑躬屈膝的走狗，你信不信我会真的杀了你？阿紫，阿紫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荣华富贵，让你变得这么多人，这么没有人性啊？啊！错误，没有人性。当我流落街头，没有饭吃的时候。堂堂一个大男人，为了一碗米饭，我差点被人打死，那才叫做动物，那才叫做没有人性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根本就是路边的一条野狗。而这些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啊！你就不能用你的自主的双手去打拼吗？台湾基金卡不？这里都是机会，只要你肯干呢。你放屁！这都是你说的，在我眼里看到是台湾白洋怪，这种人都不值钱。我现在所有的一切，都是陈大爷给我的。所以你会为了他杀我，对不对？阿紫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念旧吗？你不能伤害他。宝玉，你不要求他，人各有志，他有权利选择他自己想要走的路。你动手啊！阿紫，紫不要！啊！你为什么不动手？我已经承诺你的阶下囚，你动手啊！阿紫，阿紫不要不要！我求你，求你不要！阿紫，这样说，至少你要你的天福哥，他以前对你不错。宝玉，你让开！我今天要看你，我黄天福
是不是最后会死在自己兄弟的手上？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性了。玉墨，你信不信？我真的杀了，如果我今天死在你的手上，我认了。不要以为我不敢，你敢。但是你不会，至少阿志不会。那个曾经跟我在一起的阿志不会。 杀了黄天府，还伤了真心，为什么？为了救陈也放他一马，兄弟之义，为了陈也的知遇之恩，你又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了吗？就是因为把陈也的话当话，才这么做，三头六眼。 至少已经见了血，这么说，你也可以为黄天福死了。陈毅，我已经与他恩断义绝，今天既然已消灭于陈毅，我们对陈毅也只有一心一意。好一个自尽自行的汉子！ 恩怨分明，阿灿，我没有看错人，我没有看错人。<笑>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快去请大夫！是。阿灿，先坐下来。陈爷，这件事，别说了，我很欣赏你的作为，况且得到黄天福，将来还会有用。 你先休养几天，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。你看伤得这么严重，正事了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无怨无悔不说。 知味吗？陈一凡，到底想怎么样？
那当然，我这么做，可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他。阿兰，这究竟是什么回事？没有，反正你赶快走就是了。王天福，这还用问吗？难道你不给我明白，这环顾拱柱？ 对你情有独钟吗？你说够了没？能走就快点走，你还等什么？快点走啊！宝玉，陈一发，如果你是为了要折磨我，你何不一起连这回姑娘也放了？你还真大方，竟然想让他们贬低双飞。 其实，我想放了这个黄货。不过黄天福，你要先替我做件事情，等你回来，我一定会放了你们。陈一发，我就知道你不怀好意，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谁啊？妈！陈一发，如果你放了他们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天福哥。 王天福，我要你去还他下，替我存一句话，叫他们用这个把他赎回去，让他们所有的黄金有多少要多少。原来你的目的就是这样，你休想！马来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我不说，他会杀你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分明要他去送死。 虽然说我跟全家会杀了他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林宝玉，你听清楚了，你心上人此去可是九死一生。听说把他杀害了，可是把脑袋砍下来。叶福哥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对，不去，你绝对不能去，我宁愿死也不要你去冒险，不能去。 陈放，宰我！黄天福，去不去由你。这一刻开始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大大方方从这儿走出去。不过我可提醒你，如果三天以内回不来，这环保绝问活问第四天。 我去，可是你不要伤害马兰。天福哥，不行，天福哥，不能去，天福哥，不能去，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难道你没有听他说吗？你这一句，你这一句是去送死啊！就算死我也要去。天福哥，为了马兰，我必须这么做，你不懂。我跟他，<笑>我要他可以去死，死都愿意。 宝玉，你还听不清楚吗？你，宝玉，你好卑鄙！究竟宝玉跟你有什么仇？你要这么做，这不关你事。王天福，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还不快滚！天福哥，不行。 你绝不能去！天福哥，天福哥，站起来！把我跟俺爷关在一起，好好看着，他可是我的财神爷啊！站！走！走！ 为什么？我不要！为什么会这样？
不公平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林宝玉，很苦是不是？心爱的人，心里还有别人，这种滋味比死还难过。就算我求你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我跟你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没有，是你兰州的母亲有。我真希望她现在能看到你这一刻的情形。原来你是跟我娘之间有恩怨，所以你想报复在我身上。你很想知道，可是现在不是告诉你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的。陈一芳，陈一芳，你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敢做不敢当的角色。你要是要折磨我，你跟我娘真的有什么恩怨？我林宝玉，我虽然是个弱女子，但是我敢受，我也担得起。悲哀的是，你却像个缩头乌龟似的，敢做不敢说。你。对我做的已经够多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。好，果然是吴秀英的女儿，有胆识，任性够。我喜欢这样的对手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折磨我，我都认了。可是我请你，我请你不要再折磨别人了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你最怕的弱点，是不是？只可惜，我正想告诉你，阿玲这个丫头我不需要了。你把阿玲怎么了？你把她怎么了？我给她安排了去处，保证会让你替她遗憾终生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。阿父阿母阿姊，来。阿庆，水源已经快枯了。他们果然把水源给堵起来。水是堵不住的，除非他们拦坝，或者导引水源流向别处。这么一来，这条溪岂不是非干不可了？那我们张老刘不是要停工了吗？好了，我让你带人去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堵住水源。是，你们跟我来。万岁，弟兄们的防备做得怎么样？照你的指示，各入口处都准备妥当。只要他们敢来，一定要他们付出相当的代价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今天晚上大山的人选选好了没有？都选好了，都是身手最棒的。好。
今天军统师派了我带人，好，撤去，撤去，撤去，莫快冲，莫快冲，外面军统师的人，只不过吓个花，几个吓假人哦，几个自家人，嘿嘿，先不要你下来，带你快逃进山，嘿。阿花木，您负责的东边比较开阔，如果他们大批冲进来，吊网起不了作用的话，马上改成竹坑。是，韩先生。韩先生，阿志，你负责西边，如果有什么状况，听到海螺声的话，就马上放火。是，韩先生。唐先生，这把火烧了会不会？放心吧，这个季节是西面迎风。这把火只会烧掉他们来的那片芒草地，而且啊，我在四周已经挖好了断火洞，没事儿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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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刚刚抓到一个人，因为他讲的也是客家话，所以我们不敢大意，带他来见您。哦，在哪？在那边。走，打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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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开他！走，快放开他！走，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我也很讶异是你。来，到里面坐坐。不用，我还要赶路。天都黑了，还赶什么路？晚上进山区是很危险。谢谢唐先生关心，你的好意我心领。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对不起，我可以走了吗？王天福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？如果不嫌弃，我可以。不劳您费心，我必须赶路。慢着。为什么对我有敌意？是不是为了保？我知道真正的一个男子汉是不应该有我这种心态，但是我必须要承认，以目前来比，我是不如你。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。我欣赏你的志气，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如果有一天，或许就是这三天之内，如果唐先生听到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请你照顾我，他在机场说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从那出来。答应我，照顾我。难道你不知道宝玉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？那次在我披头酒，你走后，宝玉口口声声叫的都是你的名字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只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。一个有志气的人是不会。我相信，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是好朋友。我想问你一句话，请说。你喜欢宝玉？听实话，我想知道。
我喜欢他。唐先生，你是位君子，我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让你找到一个会让你终身遗憾的地方。现在我来就是告诉你他去做什么。你打人！
我要阿莲躺着去赚钱，让他去做婊子。老爷，这些都是你害的，是你宝玉造成的。只为爱你爱到最深处，让你去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你拥我在怀中，笑容后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一世守候着你，任你春去春来朝与暮，只要没说的